其实我都休息了好几个礼拜了，因为我在加拿大等飞机回来香港的时候也等了一个多礼拜，然后我回来就隔离14天，所以现在可以出来就宣传为我们的歌，昨天就为法中先锋呢，今天为我们的歌，我就觉得因为太不好意思了，大家都一直在宣传，但是我在加拿大什么都不能做，所以没有不好意思，没有不好意思，所以是应该现在应该要多做一点了。对啊，士官很好啊，一出来就马上找我去做运动，去打拳。对，一练气，那不是练气，练气，练气，练气。对。对啊，有多点时间可以跟家人一起就是沟通多一点呢、啊、朋友啊，还有新朋友，不是新朋友，就是医生，不是医生，不是医生，什么医生，异性，异性，说错了，大家以为我在了解一个医生，异性的朋友，就我觉得可以好好的，谢谢，就跟他了解多一点，因为之前实在太忙了，就跟家人都没有太多时间去沟通，而且朋友都没有见面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疫情的情况所有东西都停了，那所以现在有一点时间就可以为我自己的将来想一想啊，你也可以啊，就可以为你自己的将来可以做人，可以做人，做人要等天安排，你都自己要努力啊，要好，我会努力。